台中市后里区有一株千年的神木，原名为樟树宫的泽民树，与其他大樟树不同的是，它是由两株大樟树并生相连而成的巨大神木，曾因病虫害侵袭，当地居民请来国内知名病虫害专家前往诊治，在去除因虫害而坏死的枝干，才惊讶地发现年轮已达500年以上。当地居民更认定有树神居于树中，遂集资建一拜亭。后里前总统登辉先生工余之暇前往后里乡探视，细听居民对樟公树庇佑乡民的种种奇事，特命名为泽民树，取其泽披乡民，与天长久，与地同大之意。打招呼啊！